临近东北亚和东南亚许多国家的韩国美丽岛屿济州岛。为特别的您准备了特别的体验。一年四季在美丽济州可以享受到丰富多彩的体验。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为三冠王的旅游资源丰富的宝岛济州岛，美景、高尔夫、游艇、购物和主题公园将给大家带来100%的满足。济州岛以汉拿山为中心，南边可以享受全景式的自然风光，新罗酒店、乐天酒店。济州神话世界综合度假村里有娱乐场，北边市中心的 Bejong Glade 阳光酒店、华美达广场酒店、济州东方酒店。天城综合度假村也有娱乐场。更安全、更可信，让你时刻惦记的地方。可以和家人一起体验美食、游玩、购物。MICE 产业环境的综合度假村和娱乐场，让您的旅行变得更特别。保持着传统、现在和未来的岛屿济州。济州为您准备了各种乐趣和体验，其中有为外国人提供的专用娱乐场。济州是韩国地方政府中唯一建立娱乐场管理体系的自治岛，为了健康的娱乐场，设立了直接管理和监督的部门，构建并运营着发达国家水平的管理基础。可以看到四季美丽的自然风景，享受多种文化和体验的济州。24小时特别的看点和娱乐，还有只属于你的幸运，欢迎大家。济州美丽的自然和只属于你的特别体验，365天在等待着大家。邀请大家到充满修养和快乐的济州来。